是我刚才听那个孙涛哥还跟我讲，说我们今天一大家子来，还带了一个节目，是不是？这节目很精彩，很精彩啊！我们一起看一看。好，来，掌声有请。掌声有请。来啊，你衣服换好了吗？换好了。快出来，我瞅瞅。哎呀，奶啊，你穿这衣服可真好看，咋跟我老妹儿似的呢？我老孙子真会说话了。奶奶50年前照镜子跟你一样。哎呀，奶，你现在也不老，可好看了。来，咱俩坐着。今天呢，咱俩一块儿拍个广告。这广告呢是补水液的，一会儿啊，你就把它挤在手上拍，然后我教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啊。女人皮肤缺水就显老，水晶瓶补水液就是好。走。女人皮肤缺水就显老，水晶瓶补水液就是好。用了半年多，现在我的皮肤变成了这样，真的是弹弹弹，走在街上好，我那回头率真的是杠杠的。哎呀，奶，咱俩这条拍的实在太好了，咱俩来下一条啊。这下一条呢是嘎嘣脆坚果，一会儿啊，你就我说什么你跟我学什么，然后最后一定要把它吃掉啊。听着，工作压力大，四肢乏力，就吃闺蜜推荐给我的嘎嘣脆坚果，一定要吃了啊。工作压力大，预备走。工作压力大，浑身乏力麻利，闺蜜闺蜜推我吃这什么果儿？嘎嘣脆，嘎嘣脆的坚果，坚果，坚果。吃了半年多，现在我的牙口特别好，嗑榛子都不费劲了呢，就连精神头还足起来了呢。哎呦我的天！牛吧！咋了奶？累挺了奶奶呀。你累挺了。那好说，咱下一条啊是按摩机的，你就坐这儿啊。坐这儿。按摩机吧。哎，好。还是我教你说你跟我学啊。干多了家务浑身酸痛，就用多功能按摩器。多功能按摩器 ,thank you。走。干多了家务浑身酸痛，就用多功能的按摩器，啥个呀？哎呦奶，你听着啊，是 thank you thank you。 哎呦 thank you thank you。 哎呦 thank you。 我可不跟你俩真啰嗦。啰嗦呀，你不想拍了那也行，那你必须来坐在这儿，我这手机可是拍着你呢，我要不叫你你可不行，起来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哎，小太阳你干啥呢？我啥也没干呢。别以为我不知道啊。妈，我没早恋。我不是说你早恋这事儿，我是说你拿奶奶拍虚假广告的事儿，这是不对的。再说了，你看奶奶都那么大岁数了，你要想拍广告的话，你找妈妈呀。妈，你想啥呢？我那不逗我奶玩呢吗？我这么做呀，家包括爷爷奶奶还有阿姨的表演哈。刚才我们看了一个很快乐也很温馨的一个小品，真的，我们今天看到爷爷奶奶这么乐呵，精神头这么好，也是要说家里的年轻人做到了，对吗？掌声送给这一家。咱们身边的老年人操劳了一辈子了哈，吃穿现在都简单，真的不那么在意子女们给他多少物质上的一些回报，他们需要的好像很简单，比如说像这一家子一周聚一次会，多团圆团圆，多吃吃饭，哪怕陪老人多聊聊天，听一听他们的唠叨，这就足够了。所以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我们都像这一家人一样好好的珍惜吧。谢谢，谢谢宋雨一家的到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